现在是大啦。系啊，我是骑来这里。哦。本来伊讲要敲电话叫你替伊等下来，给你替。留言了，好。我等下无去食。哦，你无你接电话，留下电话我都。我会走。来，我来讲哦，欠一项啦，欠一项哦，有跟厂长我问坐船这两项，你先得给侬去吃两百了，两百块有无？欠一项啦，我甲伊欠啦，欠一半一百啦，欠一百块下来两百，阿伯啦，欠一个几多啦？无啦，欠一个有跟厂长。哎、欸，啊你唔讲有跟厂长代言啊讲？后面啊，阿伟叉西讲。哦，你啊，来者啊你好驚喔來這麼老的請你來三百塊來兩片來這大地喔不夠的小豬肉一塊要百二塊五塊啦四塊五塊六塊給你三百塊來老的請你又上來來六片三百我第一次播啊！我同学直播了，这里好打。来个上海来三百块，挪威千里，来两片四片六片三百块来。来个六片，过来三百上海来，三百块挪威千里，挪威千里都无吼，有收这买两百无？来头前来，三百头前三百，够有无？来个来个来，来个这边挪威千里的来。来个，咱们挪威青鱼过来，两百块买三，两百块，卖搞卖一百啦。我做车直接做车，两百啦，两百块个先来来，一百块两碟啊，钱都交无出得，好给我来。个先来来一啊，两百块来，两百来。个先来来四碟两百块，一碟五十块尔啦。个两百个好无？哎呀妈，你爱无？我卖，我卖少只，我叫大家。个两百好无？好。好人好通通有了哦。他都来一直抢你买。来。这嘛没得。这样。你去红。你去红。哎，小秀一个。红一个哦。我来，我等于加点。来，只买一斤重啦，我一斤买这只哦。我拢无办法等于。红二只金黄啦，百五。我少只个只买两买只买百五，两买三百，三买都开四啊个四百，我少只。三百，你要现在三百块，把他们加三百块。我就是那一个在，赶快，赶快，赶快，后面太侪钱了。为啥我今日卖卖，我说实在臭。我少钱，其实。我知啊，上海也臭。多了，然后呢，阿刁，你希望你阿，你希望你阿喜阿叫他卖我玩。我卖我较俗的，真的。伊讲你阿。多啊，快啊。好。几位啊？两手尔哦。小好，我卖卖了，卖卖了。你讲你遐，这三百万开三百。顺喜说，两百了，快快，我上万就钱，两百了。顺喜说，鱼如果卖完，他明天就可以不用去主动，所以他希望他把鱼卖完。过来过来。他如果没卖完，他明天就要去主动。他不太想要去主动，顺喜不太想要去主动。他这点小心思早就被看穿了。你叫你卖鱼啊，对不？系啊，紧来啦，迄鱼啊啦，紧卖卖啦。来个两百来，真啊，哎，无啊，头先先开啦。好卖啊，卖啊，卖啊，卖啊。个卖啊？这么食济啦？卖啊！黄鱼啊，大只的哦，那一尾哦，差不多一公斤至斤半啦。我少只个，啥个大只的黄鱼，啥个啊？水的啊。哦，而且现在要讲黄鱼有钱无钱看不到了，知啊？我少讲起这大尾的啦，一尾大件，即摆一斤卖你三百啦，一公斤来那个算斤半对上来，斤半三百，来一尾偌济？斤半三百。啊不，你讲啊，该讲你也算袂出来，你不是？你多少？哎，你多少？啊好。尾大件要开五百，两尾开一千，我少讲尾上好即摆黄鱼啊，大只的哦。这哦，真正的过年来真上的，我少讲讲尾两尾，尾三尾来一千块上来，算至千块啦。我招两个人去搞，我七尾搁送你，四尾四尾来一千块。哇！讲五尾来啦，老师讲。你给这大家送啥啦？一千啦！七尾两百块，两千来，有点黄鱼有无？一千块，好千只，一千嘞。这是多少只啊？是一百嘞。一千块，七尾两百块，我招两个人去搞，我七尾搁送你，真的。有。无啊。一尾全部两百，一千块，一千块了，阿人来，我们食黄鱼，像我们黄鱼，阿公阿是好食，这六只一千块无人来，
只六只一千块，黄金无钱敢食。哎呀！去掉呀！你去掉呀！大只啊，要较俗的，小只啊，喂！1000块，有啊，一千块。我招一人，加招这只，卖了卖一半，无可能够俗啊！你无地位啊，来500块，来。你稍微过来500，还是阮阿妈较啊，较捌食。你叫他们，你招一来500块来，500块。无啦，几百方伊出无200块，恁老师讲个500啊大只，是咪大家100块，大家买起，对吧？百位500啊，一尾100人就买你起。啊，方伊大位一尾卖出800块，王无位，现在这三位过来500，现在来500块，三只500块，问一下三只500。我不要钱。这三位过来500块，什么价嘞？大只呢？500，有无？500块啦，500块，500块，这三只过500无人哎。3只500块，对家较好诶，啊，你吃诶，阿妈讲。我的假设也好一点，先要食贡丸咧，先要食啥物来？贡丸先要食诶啦。啊，先来问贡丸咧。哎，贡丸200-200头诶，够你介绍好啦。来，贡丸200-200，贡丸高人诶，有人要食贡丸诶无？贡丸啊，哇，贡丸好食咧。这下我专工叫人用新鱼仔肉做，是不是啊？乌鱼仔肉做，无人来哦。我捧走来，捧走，无人来捧走来。阿公，食啥物鱼仔来？我食鱼虾，白带鱼啊，好。鲑鱼啊，白带鱼买500块好不好，阿姨？好了，好来。这一株来，两株来，三株好来，四株好来。这五只好你啊，六只好你，500块一斤。这七只500块来，八只好你500块一斤。等了，一四六八，来讲七十只好你，500块。还佫少一个，这10只500块，什么价？这10只500块，最后剩几个人给我？500块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今天会有大黄鱼，500，没人买哦，今天没多少人买，但是不一定有大黄鱼。500块钱收这，没人买300块哦，600-300块啦，500哦，哎，500来，今天啦。哎，无，最后剩这尔啦，只能算是来这250上来250。你要来两条来，你三条500块来，哈，一箱2000块啦，较上好啦，1900-1990啦，千九啦，一箱1900啦，几多哈？来这个，16条啦，哎，我问第4条500块好人来，买只龟也4片500，4条500，无啊，我还要龟鱼啊，这里。好行啊！来4片500个线来，4条500块贵鱼啦！来贵鱼个线要吃来，4条500，过来要贵鱼的无？4片500块啦！来过来要贵鱼的无？来4条500来，4片500，4条500我哦！来啊！来个500线来。改了500块，来边啊来，来个500来，个500块好不好？弄不好，啊！有人要食贵鱼下摆吗？你们我介绍大包一包一公斤啦，大袋哦。最好一袋哦，卖用开哦，一包买起来卖300，一包300，2包600，我叫一500。这包裹上300咯，是500块，想要食贵鱼虾排。3公斤5公斤啊，我讲问价300-500块，可能要食贵鱼虾排哦。3包500块，
还没有人要三包五百，我好贵下包，收济才买一包两百块，一包两百块的，无啦哦，没有就搬走了哦。来，他回来。有一次。今年啦，鱼啊紧袂买，怎么看一旁鱼啊来呀？哇，那他都是说你不可以直接过来。来，这有一次我忙在刘雨溪啦，全部切好啦，完全无发过，等于差只客家小炒对啦，沙沙腾腾，问完三平，问三洋导游，我照着一包一公斤，我一包卖两百，两包卖四百。这三包我开六百，卖用开六百，就五百、四百了，三百块了，两个三百块要的，二啊五，安那，来两百了，那我阿姨接胖条，给来两百块，来过来两百来，这边两个啊，小姐小姐，来两百块来，来这两百后边，张小姐，哇，能收了。来两百块来，来给你，来最后一个来，不好不好来，我好快好不好？我，喂华仔，爸，你听我讲。最后白酒我卖一个白餐，这小白餐太好了啦！等下你搞寿宴大餐就会使啊，真的哦！白酒这件比肉鱼还较好食，白酒还贵一线，我少食个这对哦，现在哦，我台卖用开三百块，这卖用开三包，就是一样五条白酒，等下寿宴大餐买个台啊，两百了，现在两百块，两百块，好，搞对来，两百块来，来来出来，来啦，两百来，两百来。哎好也行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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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一直骑啊，一直过两个，过两个。啊，过两个，过两个。再走，再走，再走。够了，够了。够无啦？多少？够两百有人来无？加啊加！两百块够上来来。咩？我最后剩三个人去尔无啊，搁问一个两百块上来来。两百块，两百后边一个。还搁一个人客，你来两百块，两百块等下你搞钱哦，收收恰恰，你来来来。这平了，我春节你先来百五了，一百五啦，百五块，百五，百五，百五，一百，哦，哎，苗小姐，你早上干嘛去哦？好，他没回啊。好了，一百六。哎，那个没花钱吧？来，到时。到一位接到一桶。你看我骑车起来看到吧？你要骑车站。哈哈哈！车站，这车站够人买，大只的。红车站坐了水当当，我看这应该无贵买的吧？大只的。顺时，顺时一直拿鱼上来，你看。不睡不睡，你看，我怎么一直拿鱼上来？我这个钱人客，你要大家卖就说，这爱卖一千块。鱼卖完，那就不用出租。这刚才这个台价现在千万五百，强买两买啊！这两买哦，我台价要开你一千块，强买两只，真正不开玩笑，这两只台价要开一千八只的。来，这三买拢好去，我招一个人客下来，一千块来。强买三只来，一千块下来啦，一千零八只，一千块。我招一个人客，无第二句的啊。一千零，是一千块，哦，一千块，一只春二啊五呀，我那个红车站啊哦，这是啊，这是，下顿来乌里卖较好，下来乌里卖了，来捧过来，搞事好哦，我变成会哦，有三倍，虾米那么虾米，有三倍，三倍等一日啦哦，哪位来呀？哪位这啦？
那啥啦？咦、欸？这是你今仔都过来嘞？什么叫香油？这大尾拢是香油啊嘞？香油，八百了啦。对啊，多少啊？什么叫香油？八百。800块，800，啊，400块一百，400，好啦，400块一个上来，看有没有香鱼的无？400块，有啊吼，好的，来。来，落雨我袂坐来，紧下来，我袂只金毛落来啦。多谢啦，多谢，感觉带来啦，感觉上好。多谢，拢来，多谢，拢来，紧下来。哎，到那个，到那个。啊，爱买尔。我定是要买这，我都唔知影。这个我买嘛。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买这個。应该是算是试的。我买。哈哈哈！嗨，你金毛螺大只水的啦。即摆哦，这金毛螺即摆一斤我卖你800-800块，那年糕鱼也起大价啦。还食你水条讲啊，水条讲一斤哦卖你800，这一尾金瓜，一尾金瓜啦。后来还食你水条讲上尾两尾啦，两尾啦，上尾三尾后来我就食上尾四尾拢起起来，卖用开700开600，500块少只500块大只。后来卖金毛螺大只500块，500块。你老师讲，我照这样，今次要我送，500。下单哎，下单才买。来了，来过我来，下单才买。还够1000块上来，够500块了。来。来过来。小姐。你我发现你鱼啊开始卖上去，都发出大声。来，一个无？来，来，过来。无啊，大只无啊。是啊啦。几尾？来那边，来那边，来。那个鱼只要开始卖，顺势就喊，这几个啊，这两个啊，买个蟹来。来。他看到鱼卖，鱼卖掉一下，那就笑一下；卖掉一下，那就笑一下。哈哈哈哈哈！他说：哇哦，你最好就想啊，到底该买多少？主动明天不用去主动，就卖进一步了。来，那边嘛一个啊，啊，500个上来啊。来，有鲨鱼肚吗？没有。春猪早，未打烧。来，500块，最后个上来啊，最后个一个了。500块，拢有啊！我买3个300了啦，然后买3只的无，3只300块。来个人来无来？还佫想买2只的，紧的。啊，谢啦。好好无啊。啊，下单。先来俩，4只来。啊，白手无人买的哦。吐。个人来无啦？四只是千外，无买两只500。大只啊！今仔日咧上大只，下单啊！哦。多两块，两块，这大只，这品质较好，3A。你看这甲白心情啊，买个较红的，啊这甲白这鲜度较好啦。啊？没有，这只有一箱而已，只有这里，就这一箱而已。之前那个都是比较红一点点的。来，之前爱一点大，一点大只要剩完。哎，讲啦，上山地，我本钱拢无赚钱啊，这3只都要花2000啊，1800，一只600块，真的。可以啊，好啊，好啊，可以啊，你可以啊。别啊别啊！哎呀，你白带鱼有人来无啊？好咯，顺时今天很积极哦。我叫奖起来，买300块就来。奖买2叠，奖买4叠，奖买6叠，上来啦，300块。这7叠来，8叠来，300块就奖起来，这9叠来啦。
十块钱。差三百了哎。三百块钱。白差没了。白差没了。来，你剩下张白差没了。到了。白仓刚才被买走了。这个有啊。沙叉牛感觉哦。哎，好像有，好像有。那边有一个那个人家全下面那一盘好像是。那边那个月亮虾饼的那边那一盘好像是。是什么？乌鱼子，还是乌鱼子？啊，那是乌鱼子。那那好像是乌鱼子。这个吗？一千二，千里。对。不勉强哦，来，一箱杂四六，我帮你问一下，杂八个不？我问一下，来个下来二，等一下，等他有空，他这个拿完以后，来六，空档问一下，来八，来个下来300块来，来两只，来四只，来六只，八只，十只。来个先来，这两个结来，二四来六，我问一下，那这个先让他拿完，来十来，十四叠，四叠八个，一百了，我了。